牛皮菜根儿，这是磨黑的牛皮菜根儿，给它倒出来。这一罐是一斤装的，这个牛皮菜根是纯黄牛的牛皮。哇，这小味儿还挺难倒。我这一盘是微辣的，它这个是云南发货，都是空运的，那小味特别正。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姜味，就是吃不了姜的，一点都接受不了姜味的，别拍。我觉得微辣的都挺辣的，这要是变态辣的，得嗷嗷辣。哇，刺激啊！它这个皮是黄牛皮，菜根儿，这小辣劲儿真足啊！吃不了辣的别拍，老辣了。